请高部长。钱委员长，部长你好。这个今天我们这个报告是检讨国军近二十年这个国防科技发展。那我的意思就是说，二十年以前，那个时候我还没回来，但是我们知道在差不多三十年以前吧，从现在算起，那时候我们主要的一个军备方面这个发展，主要重点在哪个地方？向委员报告，在三十年前所有的状况，最重要是当初的环境，中美断交以后，我们所有的在军购部分呢，获得的这个可能性越来越低，所以我们中科院自己的研发的这个必要性是越来越重要。那实际上这个部分，我们过三十年前的时候，我们能够获得相关的关键的这些技术来源，我们曾经跟以色列合作，跟南非合作，这些国家当年的环境的类国际的情形跟我们非常的相似。 OK， 我问这个问题，您刚刚提到跟这个非洲跟南非跟以色列，那个时候我今天这个重点就是，今天我们讨论这个问题主要还是在政治方面，是由政治来领导。那个时候我们的重心，你刚刚提到以色列，刚刚提到这个南非，我们那个时候的重点就是为着真的要保卫我们台湾，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原子弹，我们必须要发展原子弹。那个时候蒋经国先生他就是有这样一个决心，我们为了保护台湾，这方面不做不行。所以这个呢，我们跟以色列也好，跟南非也好，我们当时有密切的关系，美方是非常注意到我们台湾是不是那个时候在研发，经过中科院是不是在研发这个原子弹。我想这个已经不是一个秘密，因为里面有一个人跑到美国去把整个里面这个情况都讲得清清楚楚，后来我们在中科院就原来在那边研究这些单位这些人也拆散了，这原来这个整个一个设备都被弄掉了。向委员报告，那个核研所其实只是一部分呢，因为你有再好的这个相关的问题，最重要还要靠载具啊，要不你研发的东西要靠载具才能发挥它的完整的力量。我今天的重点就是说，您这个是我是同意这样讲，是主要就是不管怎么都是这个当时候的一个政策来决定我们到底要做什么事情，这是政治来领导。我的想法是这样的，我们在台湾，我们现在有从二十多年前我们有一个新竹科学园区在那边，我们然后有台南科学园区，我们现在有台中科学园区，整个台湾现在有三个科学园区。以我们台湾的一个科技的一个技术来讲的话，除了这三个科学园区之外，我们还有这个在台中最有名的这个所谓这个精密仪器，精密仪器，这个是事实上每个人他们都认同，我们也认同。我们台湾本身这个底子就是有关 computer 这方面，提到 computer， 大家都提台湾这个技术方面，这个是大家赶不上我们的。所以有这样根本的这些条件，在台湾，我们在国防工业这方面要发展，根本是我认为是基础是蛮好，应该是没有问题。重点就是说，我们的政府，我们的领导人，他的方向是要跑到哪个地方去。我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例子，日本在二次大战这个1945年结束那个时候，你们可能很多人都还没有出生了，他们这个东京是一片废墟啊，在1945年，但是在1964年，那就19年之后，打仗结束19年之后，他居然有办法来办这个奥林匹克在东京，在1964年。那就是从大战结束，东京是一片废墟，被炸得乱七八糟，他还有办法能够来办这个奥林匹克。在这个奥林匹克大会里面，他还拿了这16个金牌，
所以从这一个项目我们来看，就是他们有这种决心，一定要来呈现他们这个国力，连这个体育的这个项目，他拿到四个金牌，这就表示他们政府决心要往这个方向来走。但因为要来举办这个 Olympic， 他也在那时候来发展第一个所谓高铁，要来这个疏散这个很多从这个国际间到他们的参观这个 Olympic 这些客人，所以这个时候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教材，让我们来反省，看到底我们在我刚刚提到这一些有利的条件之下，我们能不能够这样做，能不能够来发展我们应该有的。我已经讲了，我们的基础应该是不错的。那现在日本他新的一个首相安倍，他现在就碰到他们国家这个是不是一个主权独立的一个国家，他们现在还有这个问题。因为在1945年这个马卡瑟来了之后，他们给他们一部宪法，这部宪法连他们要打仗都没有办法打仗，他们要守卫，但本身很多这些问题他们会产生出来。所以他们现在就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他们要极力的发展变成一个正常化的一个国家。所以这就是一个政府改变了之后，他首要的目标就是要把这个人民，把一个国家要把它引导到哪一个方向去。那把这一些我们知道这一些例子，我们把它反映到我们这个国内台湾来。部长，这样你们的想法，现在我们要发展这些武器，我刚刚提过，我们应该在我的一个了解，应该在武器方面的装备等等这些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我们是技术这个。现在就是在我们大家有没有决心，我们的政府到底要什么样子来对待对岸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要对待跟他们是持怎么样一个态度，我们是不是要跟他们真的是要签所谓和平协议，假定有这种和平协议的这个签法，假定这个东西一天到晚在报上面在报，我想这会影响到我们整个国防部军心，我们一般老百姓也是一样，这不用再发展国防工业，因为我们既然假定真的是有一天要跟他们签这个东西的话，我们也没有道理就像美方说我们要跟你买 F-16 这个系列，我们也不需要再做这个潜舰，因为你要跟中华人民共和国签这一些和平协议之后啊，我们就很清楚的就说我们是放弃这一方面，那这个是会影响到我们整个国军的一个心理状态。这一点这个部长你有什么看法？向委员报告，国防部的政策非常清楚，不论两岸关系如何和解，国防还是最后一道防线，所以这个部分就是说我们国防的建军到底是以哪一种为主。所以我们强调说中共武力不断的发展强大以后，研究我们走的方向不能用传统性的做法，应该走向这个不对称创新的做法。所以我们的国防建军的方式你不能每一样都要，必须集中在哪些是我们自己必须要建军的方向才对。不像日本有日本的环境，如果日本当年不是碰到韩战的话，它后续的发展也不是到今天的目的。这点我同意，因为这个有韩战的关系，韩战的关系这个是给他们有一个机会，这个是对的，对的。但是我的意思，我同意你说这个啊，我们不管是怎么一个情况，我们总是要有一个武装方面的一个准备。但是重点就是说，万一真的是签这个东西，我想整个情况会不一样，这个心理上面会整个是会垮下来，这是我非常担忧的一点。这个跟你们做参考，因为这个谢谢委员。我显然他也给了没有给我12分钟吧，应该，因为我今天签到比较慢，所以你不没有把我当做这个国防委员会的这个成员。我也是8分钟。哎呀，好了，谢谢，不好意思，陈委员啊。